父母？因为我们终于在我的地盘了，这里是你的地盘。没错，大家有看到身后这个就是鼎鼎大名的魏武营，这里是打狗是吧 ？Yes， 哎、嗯，请问你这个也挺有年代感的，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称打狗了。为什么这里是你地盘？哎，拜托，我是高雄人，所以今天我是地头蛇，好不好？我跟你讲，这走在路上没有人不认识我，这里没人啊。对了。而且今天你还给我迟到，我早就到了，我在这边绕了五圈了吧？什么鬼地头蛇啊？这不是我涉猎范围啦！由此可知，怎样？你已经下去，高雄女神不再是你。怎么可能？为什么？我认识一个高雄女神，不管是市中心还是偏乡，我跟你讲，她都很有名。多有名？我呛出来，八成人都知道她。高雄八成人都知道她？都知道她？我不信。真的有啦。不可能有人可以成为第二个高雄的骄傲。没有，你不当啦啦队以后是真的没什么名声的。哎，没有，我在高，我上礼拜高雄录，然后嘞，超多人认出我，真的假的？真的，一卡之后就默默过来说，你说你回来高雄了这样。哎，你很温馨耶，很温暖，高雄人的热情。真的耶，我以为在桃园就说，哎，那个是看猫的明轩。我们要去看那个。厉害的女神吗？先不要说她多厉害好了，你等等当面跟她较劲。我来看看究竟是哪一位可以号称高雄八成以上都认识的女神。嗯哼，敢跟我们宁轩斗，那走了，去看喽。Go！ 嘿嘿嘿，就是这里，就是我跟你说那个新的高雄扛把子，扛把子也感觉贴春联是吧？年年富贵的部分。对啊。想必应该很接地气，可是是女神呢、欸，女神就不能接地气啊！哎，高雄啊，一定要那个唠一下台语哦，可以耶，你台语好吗？没拜哦，哎呦，啊，唔知啊，嘿，女神会晓台语无？我嘛唔知呢，你的台语太烂了啦！爱起家那个点铃哦，叮咚，那个谁呀？吗？就是我。嗯，马兰梅啊。Hello。哦。你好。你好。他是我的朋友 Mingo。Mingo。Mingo。先问一下，韩国有风水这个东西吗？그런거있어요거울이랑침대랑마주보게놓으면잘때귀신이보이这个是没有文化差异，这个是台湾也有这种说法，对，哎，那其实我们今天可以分享一些给他们的，嗯，因为让他们可以开运啊，之后运势会越来越招财 ，mone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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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一开门的45度角其实是正财位，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可惜是。我们刚刚一进来啊，他这里刚好就是有一个大面采光，所以这个角落其实是正财位，但他们这样拿来当一个小小的置物，雨伞的地方，像雨伞 ，no， 不行，不行，安对，慢咪够够够，啊，无那个拿干的，为什么？这个角落是拆掉了的，那不，怎么不会那样呗？那要放招财的招财的小物，对，比如说。一些绿色活的植栽，不可以放假的盆栽，不能放什么永生花啊之类的，对，那个都不要。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要准备一个东西吗？对对对，对对。Present， present， 哦，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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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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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이거이제들어오는사람들은여기다돈넣어준대요나이거여기다왔다갔다하는것보다는확실히이동하는게훨씬편하고그리고이제대만에서조금살게되다보니까뭔가대만에서있는활동들을조금더例如说什么活动이런예능
얘는 촬영 같은 거 할 수 있고. 어. 그리고 언니 그런 거 있잖아. 아이어 강에서. 어, 아이어 강에서. 어, 발라줘? 어. 가오슝에서 살다 보니까 가오슝에서 있는 뭔가 다양한 활동들을 조금 많이. 아, 진짜. 아, 그 치마예. 에, 니 여기 치마마. 怎么会有个 치마예? 我真的没有耶, 我输了. 甘拜下风. 那 有喜欢台湾的 什么东西吗? 이렇게 음료 가방. 아, 저기 그게 한국엔 없는데 그게 신기했고 그리고 대만은 아침 식사를 아, 잘 아, 대만은 대만은 잘해서 아침식사 꼬박꼬박 챙겨 먹더라고요. 항상 멤버들도 보면은 경기장에 항상 손에 뭐를 들고 와 먹으려고 밥을 아, 밥을 그게 조금 달랐던 것 같아요. 음료랑 식사. 你知道我之前去韩国，我最惊讶的是韩国人没有早餐店，他们只有咖啡。 但是他们真的是去买咖啡，喝啤酒。Only coffee。我连咖啡。那韩国人的牙齿弄弄了以后来说，把钱买过牙齿给把你们。你们都不会水肿吗？啊！那刚出门之前咖啡，점심회사에서먹고그다음회사퇴근한다음에너무스트레스받으니까맥주랑밥먹었어요야식。哦，所以隔天起来要喝咖啡消水肿。消水肿。但我印象想问的问题，就是他们在家本来就穿这样嘛，就是睡衣也不穿，好可爱。我在家绝对不是长这样。你在家是？就是那个鲨鱼夹就。哎，对。然后就是穿着领口松掉的 T 恤有没有？哦。对，我在家不会这么可爱。那머리지금 머리가 있는데. 그거 한번 보여주면 안 돼요? 아, 아, 아. 그냥 이렇게 해서 그냥 이렇게 아아! 미투! 미투! 공감 공감! 이렇게 와우! 好可愛用起來好可愛喔用起來就是邋遢 맞아, 공감하지 오! 有嗎? 맞아, 맞아 你的好大補喔大補喔 big，大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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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번 여츠마. 야. 怎么样? 어때? 台湾比较甜，哦，是吗？台湾比较甜，对，甜。嗯，不甜，不甜。嗯，你中文很好哎。哦，你们学多久啦？中文？学프로그램됐자조금수업들었고그다음에는저희멤버들이얘기할때영어하는친구들한테계속궁금해서물어보면이런걸알려줘서배우게됐어요。那最近学会的是什么？不在乎。不在乎。怎么这么负面的词？不在乎。不在乎。我教你一个更口语的。 然后说关我屁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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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嘞，还有嘞，看啥秀，看啥秀，这可以播吗？他讲台语，看啥秀，我刚刚说，看啥秀，想说，看啥秀，想说，看啥秀，饿了，这个要在那个熟人面前。 아 이게 이걸 배운 이유가 빨래를 하러 지나가고 있는데 약간 남자 무리들이 계속 약간 외국인이니까 쳐다보고 막 웃고 이러는 거예요. 그래서 내가 한국말로 뭘 봐? 이렇게 했는데 언니가 그럴 때는 한국말로 하면 돼 이렇게 해서 배우게 됐어요. 原来是你教的，原来是你教我小时候哇，怎么会哪里可以学得到这个？但大部分都是学语言的时候都是先从一些在地的。 对对，比较脏话，对，在地一点，接地气的话，接地气的话，对不对？我跟你讲，他们如果要讲就是可爱一点，不然人家觉得就是看很不文雅，就是说看屁呀，什么东西都可以加屁呀。我是看屁呀，我为什么也是看屁呀？你任何场合都可以说啊，吃屁呀，笑屁呀，对，你看屁呀，笑屁呀。我们之前去一个拐杖店的找一家。 哎，请问你在说哪一些来宾是鬼怪？允许吗？今天好不容易来到女神家，是要走一走的吧？而且我们还是要敬一下，就是跳舞。对。
家里的这个任务。看一下，我跟你讲，一进门就是要先看什么？鞋柜，女神的鞋子，鞋子啊，失败，鞋子，来到了众女神的鞋柜，期待，可以开开，哇，很多，很多，맞춰봐，누가누구건지맞춰봐。很难猜耶，粉红色，pink。对了，他们其实都还是以休闲鞋为主。他喜欢运动啊，运动的休闲。我喜欢 lady 真的耶，不太一样。这个是谁的？这个脚很大耶，是谁的？这是你的？不是你的，安之贤的。你的可是你的脚，安之贤笑了。我喜欢 bling bling， 他 Mingo 不喜欢 bling bling， 他比较喜欢 bling bling。哎，你这样闻到什么味道？我不太好意思闻。对啊，因为我想说，台湾的那些拐瓜猎种，我是敢闻的。这个我会喷的，不行不行，昂贵。哦，香的耶，你闻，是香的，真的是香的，我没有开玩笑。为什么是香的？真的是香的。我相信这一节的观众应该会蛮想要看他们穿高跟鞋的样子。可以吗？可以请他换上这双高跟鞋。啊！哎，这双穿起来其实很好看，很漂亮哎，好有气质哦。耶！걸어가걸어가 ，OK OK。Hairwalk。너무너무많이가。哇！那我们就要进入就是。重头戏的部分，走吧。论 tour，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们喜欢不？喜欢，可以，喜欢就可以，喜欢，可以，那可以。因为这是通关密码。哦，没考啊。吵架的时候就会这样，对，都不是，좋아하지만아니에요。会
碗。该不会是这个吧？很小的一只吧？这个吗？这个吗？你说？啊 ？Why？ 对 ，Why？ 为什么？와이게한국에서부터가져온제차개념이에요。跟你多久了？한2년정도。哇！근데이거는안고자는건아니고뭔가그냥이렇게머리맡에두고자는그런。它这个是安心用的。这就是我们护身符的概念。那我想要请问他们来这边有哭过吗？就是有没有觉得想家？真的，因为人生地不熟的。엄마아빠가이제자기전에오늘도수고했었는데웃음아离乡背景的，你们要欺负他们。真的，给他们多一点爱哦，要给他们温暖。床铺看完了，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吗？快，可以，快快 ，OK。有没有藏什么人在里面？当，哎。好像没有什么，哎、欸，不行不行，再给这些收好。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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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没关系？这个他是背的部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行，经纪人不在乎，不行，我们在乎。对对对，哎、欸，这是谁的？你们有分吗？我这不是要猜猜看，又要猜，他真的很喜欢猜耶。哎、欸，여기서틀리면옷장을불기엔사라집니다。哎、欸，好好猜，好好猜。그럼하나를지정해줄게누구건지맞춰보세요짜잔，这是谁的、啊？这个尺寸好小哦。我觉得是他的。的啊，我的。嗯，不行。不行。哇，失败，闯关失败。这这个是答案的。台湾的。啊。喜欢休闲风吗？对啊。嗯，我喜欢。可是奶奶，还喜欢的。看制服的吧，这是制服吗？对啊，嗯，好香哦，好像我就闻到了。啊，我们冷静一点。香了吧？怎么跟我的制服味道不太一样？我们是有点酸酸的。没有，我的洗完是没有味道的，它的是很香的。真的，对，而且是那种茉莉花的味道。香而且就这什么牌子洗衣机？洗衣机这么厉害？超厉害！韩国에서我最좋아하는사면유엔지를가지고왔어요한국에서샹아샹한국워시원我也有在用哎，可是韩国的是真的比较香啊。哦，啊你们放哪里？香哦，因为这个是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放的，然后到洗衣机那时候就到了。嗯，我有在用这个，但是韩国的味道好香。没有，他没有，他没有，他乱说。我有用，我有，我有。No no no， 一个不错，yes yes yes，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啊！啊！哈哈哈哈哈！这个也是有名字的实战球衣，真的哎，拿去卖钱就卖很多了。我最近生活是有点拮据，对你最近是有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遇到一些困难，看一下，其实他们的衣橱超级干净的。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来这边才刚开始定居，对，才刚开始生活啦，衣服还没有。台钢衣服啊，台钢的衣服啊，这个是你的 ，Mingo 的，好的，你是九零啊 ，Why？ 够，长得很像够，很像很像，够，그리고一등의향에够够，哎，很有意义。那我看一下小安的，小安是二号，二二号，为什么？감독님등번호가일단2번이고그리고드래프트를뽑았을때2번을뽑았고그리고한국에서는이제1번인데이제제2의고향느낌으로되었습니다와太会说了吧真的我也是1号哎对以轩是1号啊哇我原来如此他们的背号都蛮有意义的对啊不是乱选非常的正原来如此좋겠다 OK 我잘했어 Oh my god 哎呀哇谁的不是安之轩，安之轩的，安之轩的，这是跳波浪民歌才会穿的，什么时候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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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什么时候会穿到啊？啊，这个他们哪里有？那这个是从韩国带来的？哎，等一下，在他身上很好看，超合理，怎么会这样子？对啊，这个옷은되게화려한거를좋아해요，좋아해요。哦，彩度比较高的。又对不着了啊！他喜欢纱，他喜欢比较浮夸感的。这件好好看哦，女神风，这件很好看呢，我也要。求连结，求连结。以上嘛的。他说奇怪，女朋友说你很奇怪，奇怪。Bingo 说你很奇怪。那个那个 One Piece。啊，他的牙
김치전 되게 좋아해요, 사람들이. 저 진짜 좋아해요. 언니가 한 김치전. 어, 真的? 네, 这是大家公认觉得很好吃的。很脆，很好吃。好吃吗？好吃吗？好吃。它的那个皮煎的一点点脆脆的，不会整片很硬，但里面还是很柔软。嗯，对不对？有点软烂型的煎饼。对，Q Q的。嗯，它咬我，我嘞。 소맥소맥소맥이치이치아他们桌上随时备好杯子真的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可以直接配哇막걸리막걸리를 먼저 와막걸리有专业在马格里就是这个对很可爱瓶子这个超爱的一起一起嗯他说要吃这个一口煎饼一口马格里马格里 嗯，这很大哎，很大吗？嗯，哦，所以你在韩国是真的会这样子吃，就是一个组合这样。嗯，진짜，哎，好开心哦！谢谢今天来这边，就是给你们招待。 저희가 이거 말고도 또 다른 선물을 준비했는데. 아이고. 아요, 여지. 기대. 好 期待. 安排来的，他有给我们说要给我们一个惊喜。对，帮你安排好了。哦，谢谢你。哎呦，他都瞧好了呢，今年还会瞧。太丰盛了，没想到被外国人这样招待。 真的，我以为会是一些小吃啊，因为毕竟高雄嘛。对，没有哎，直接带我们来和一饭店。已经不知道要如何下手，还是我们请主厨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每一道都很丰盛，好的，我觉得要请主厨。真的，来掌声欢迎我们的
Jackie 主厨，欢迎欢迎欢迎来到合一大象合一饭店。而且这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是这一道的话，是我们的美国熟成牛排。哇，对，我们是用那个美国 Prunch 的那个牛排，经过21天的熟成，那个肉汁啊都浓缩在里面了，所以吃起来是非常的甘甜的。好香的。那下一道来试试是我们的那个原鳕，上面呢也是放豆酥，但是我们是用干炒的方式，那它一个清香。 这一道呢，是我们那个台湾的春鸡，它是选用那个45天到60天的春鸡。哦，对对对，然后我们用一些香料啊，还有蔬菜做一个腌制，然后再做一个炉烤的方式。哎，这个鱼真不得了，它的肉质很扎实，而且我觉得深海鱼吃起来真的是。 肉质差很多，然后它调味其实没有到很重，对，所以吃得到鱼本身的那个鲜甜。我可以很不优秀吗？你在异想天开有优秀的人设吗？没有啊。哎，好好吃，它是皮脆，但是里面的肉超嫩的，然后还保有里面的那种就是 juicy 的感觉，有没有？我好喜欢它的调味，好好吃哦，而且它调味都不会太重，对，所以你都吃得到。 食物原本的味道，而且我觉得很幸福的是，你可以一边待在这边吃美食。嗯，你看风景，跟大家说，我们正前方就是八五大楼，很近，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高雄港。哦，那个是高雄港。嗯，是高雄港。哦，所以如果天气好的话，应该会有夕阳。安心轩也太会安排了吧！对，我完全甘拜下风，收起来当口袋。我让给你这个高雄女神。 我已经被美食收服了，真的，没有你就把它笔记起来，下次你有想要招待的人，对，就把它介绍给他们合一饭店，多棒，看多体面，然后又有高雄自己标在，嗯，超棒的，不是韩文怎么讲？好幸福哦，好，下让黑，绝对是错了，只会这个了，算了算了，继续吃。 哇，很大，这里有浴缸，我要泡澡。一定要！它浴室超大，真的耶，而且很明亮。对，采光很好，前面的 view 都很美啊。这早上窗帘拉开，哇，精神百倍，记得穿衣服。跟你讲，他也是，我也是，全裸，全行。 我跟你讲，我在家是洗完澡会裸体走出来，对，那高到人家看不到了，无所谓，是吗？对啊，这个太高了啦，因为我们住高楼层啊。哦，露露要跟我讲，我要再测验。好，我告诉你，而且这里裸体，对对对对对。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在它那个拉比啊，对，你要快速退房的话，它就有一个大箱子。 投进去就好了，因为通常都还要排柜台，然后check in、check out之类的。哦，哎，投入卡片就好了。Time is money。 嗯，贴心，贴心，赞，加分，贴心。哇，所以我们今天要坐在这么棒的房间里，都是安之轩，然后还有 Mingo 安排的。真的，我身为高雄人，我有点惭愧啊，被他们这样子招待，就哦，对呀，很不可思议，好像搞得他们真的是在地人。真的哎，在地女神没有叫假。 很感人。今天去他们家玩，觉得怎么样？我们以前就是表演上面会碰到，对。然后可能就是那一面之缘，所以他们原本给我有一种比较高冷的感觉。但其实今天相处下来，我发现他们人真的很好，也会主动邀约我们，就说如果要去韩国，可以跟他们讲，嗯，以后去韩国有人有人造了，可以带我们去吃真的当地很好吃的东西。对啊，因为像我们去异地都是可能上网查。 像他们就知道行啊来，哎，许愿，许愿去真的去韩国，对，我们一起去开箱安之轩的家，对啊，真的有约我们哦，赶快下面留言敲完哦，敲完哦，很想看他们韩国的家是怎么布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韩国的家跟台湾的家一定有超多美美嘎嘎不一样，一定都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只有在韩剧里面看得到，好的，敲完喽，期待一下哦。